我想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价值。支持沈慧虹，支持周玉蔻，这个是台湾非常正义光明的事啊。话都还没说完，一旁的媒体人周玉蔻大爆气，只见沈慧虹干站在一旁，不断左顾右盼，手上的笔按了又按，按了又按。沈慧虹优秀，投给沈慧虹就是投给周玉蔻。这句话一听，沈慧虹不知是不是有点紧张，还看了一旁媒体一下。这一站就是20分钟，听着周玉蔻连环骂，只能陪笑。但说到觉得尴尬，恐怕没人能比过他。和总统蔡英文到万华广照宫参拜，选举行程跑得勤，却似乎没呈现数字上。一份盖洛普最新民调说，蒋万安27.6%位居第一，但陈时中却只有19.72%，变老三。难不成也是因为周玉蔻事件影响？周玉蔻小姐有出来道歉，跟张淑娟小姐，我想大概就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那我们对张淑娟小姐受到伤害也感到很遗憾。只是周玉蔻真的情意真切，隔空示爱说她就是爱阿中，甚至不惜杠上柯文哲。柯文哲回应祝福，脸书直接被封锁。周玉蔻更指控，2014年柯文哲曾拜访他，还对他调情。调情？对对，他的说法是这样。他说你对他调情。他用这个字眼哦，我一定要郑重声明，那个调情这个用字实在太奇怪了。不能接受这个调情的说法。我吓死了！你们用这种名嘴哦，去打人家都很爽。人家这名嘴话锋转过来开始打你的时候，看你怎么办。当然，大家也不用过度，那个爱是广泛的爱，不是那种男女情愫之间的爱了。现在被周玉蔻说爱上的复杂心情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TVBS 苏凯晨、陈胜文、吴可言、李宗恒 S N 小组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